巴黎就是一个极致浪漫，让人觉得很向往、很华丽的一个地方。Kilian 先生有巴黎的那种非常 passionate 的感觉，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对于生活、对于品质非常有追求的男人。这个口红是一个有香气的口红。Kilian 先生他说，当时把香水的这个 notes 放到这个口红的时候，他就是希望女生涂了嘴唇之后，不仅是从形象上面特别的性感，同时接吻的时候都让男生有一种觉得更加想要拜几口这种感觉。